农村生活，这个半农呢，到今天呢，终于如愿以偿呢，满足了我的需求。那现在这个炉子的上面的这一个水壶呢的水呢，也即将开了。那在这边其实是蛮暖和的，今天虽然不是很冷，但是在这边你就可以安心的读书。也不会有什么，手脚冰冷的状况。你只要靠在他旁边，其实是还蛮舒服的。那等一下我再搬2张和适椅呢，这样我跟老婆两个人呢，没事就可以在这边呢烤火，那也就可以避开呢，寒冷的冬天。我想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咯。OK，这是我们家的这个炕。火炕吧，这是在北方就比较多这种设备，那我们终于把它引进到台湾了，不错，我很喜欢它喽。今天早上呢，终于把这个桑寮屋的烟囱都做好了，现在呢，这样理论上风就不会灌进去，今年冬天呢，就是烤火的地方就在这边。OK，这是咱们的暖房终于盖好了，那管线接好，那就今天呢就可以开始正式启用喽。这是我们的蟹盆疫苗，左边这一边呢，是我们的包心莴苣，右边呢是圆叶莴苣，这是最近摘的，已经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陆续的发芽。莴苣可以换这边呢是圆叶莴苣，第二批，第三批，这个是圆叶莴苣跟香菜，还有应该是芹菜吧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那这个是准备要播种了，因为圆叶莴这边呢。被吹得乱七八糟，但没关系，反正我现在在等它第三片叶子长出来。这看起来这已经是两片叶子了嘛，两片子叶还差一片，三片叶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耕作啊。这可能要等到下礼拜吧。OK，这是我们家的蟹盆，疫苗的地方。